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阿曲。那今天要为是搭档，就是我们的记忆少女。那上次其实还蛮多解谜的部分，那我好害怕，就是都解不出来就卡关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去挑战看看那个奇怪的家伙？或许直接跟他正面对决的话，我们或许会赢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沾血的菜刀。我觉得我们跟他对抗，我们会赢。发光体，你如果不是我的孩子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我和那个人都可以得到幸福。哎，这里是，一起去吧，去爸爸那边。剪刀的声音，像是铁的东西进入了嘴里。天哪！再见了。哇哦！好痛哦！怎么哀嚎声？没错，更痛，更痛！你就这样痛苦下去就好，因为你夺走了我们的一切。嘿，这应该是妈妈吧？嘿，妈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应该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东西啊。这房间应该就这样没有用，因为我们把床底下收过之后，无声无息之后，要按号才能弹钢琴。其实有点忘记上一集到底探索过什么东西了。我身上现在有一字形的螺钉跟周期报表，这东西就是有关电脑，要三个数字，三个数字我们可以填什么？听说这念雅优一，雅优一，原野哥哥，雅原野哥哥也是个奇怪的变态。OK， 那我可以闪过他吗？音乐教室，有取暖炉，还要找灯油。OK， 现在不能弹钢琴，是不是？钢琴的话，要弹钢琴吗？我们要输入奇怪的文字。这太难了啦！记忆少女，记忆少女就对了，不是？好吧，看来不是我想象中的这么简单。OK， 那这个房间就是这个日本人偶会吓你，之后好像就没有什么东西了，该拿的好像都拿了，之后里面的房间是锁着的。之后，大门是不能出去的。那这边呢？这边还可以走。存档点，先存档好。有东西吗？里面放着积木。积木又能干嘛？积木。厕所。这种东西应该可以跳上去。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镜子被十只狐狮固定在脚上，我就知道会有东西。我才说因为我会有东西就好啦。为什么要这样想？我可以十字，我就是一字。摆放着食品，不能吃啦！我都吓到哦。来自水管，自然水管，来自水管。你在讲什么？火没关。垃圾桶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之后我还要找实质的。连存档，真的是太坏了。那
这边呢，大型的 TV 什么也没有，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就只能先把那两个谜题破出来吗？哦，其实，哦，又是谜题，不要害怕，它没有想象中这么可怕。哎，好多存档点，那先存存存存存。哎呀，这一定要这样吗？我都不知道你现在在干嘛，就是一直强迫，一直塞密码给我，我也要像那个费尔的那个黑衣女子一样啦，就是全部弄坏就对啦。PC 游戏自动启动了，嗯，可以玩什么吗？危险的老爷爷，完成游戏就会得到六位数的密码，游戏。再度挑战，老爷爷，你是痴汉对不对？你是绝对等级的痴汉对不对？这我们要逃到哪里去啊？你会被引导爷爷？我觉得应该只是逃到最后而已。不合理，怎么可以从奇怪的地方冲出来？好难哦，这个地方要快转啊！我要崩溃了。我不想玩了。这是什么跟什么啊？这是哦，为什么家里会有这种地方？关于身体的组成分。身体由肌肉、骨、血液构成，肌肉的主要成分为铁，骨头的主要成分为钙。好吧，要跟我讲这个是要干嘛啊？骨肉，这什么？骨头跟肉，这有点废话哎。滞留了，呜、哦。大小姐，非常抱歉。哎，你是刚才那个变态的老爷爷吧？您，我也要睡一下。哎，我要睡一下。哎，没有然后了吗？时钟有点吵，虽然时针停止了，但是还是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，嘎吱嘎吱吧。这房间，这个家也太大了吧！这个家真的非常非常大，都打不开，那我怎么办才好 ？OK， 这个神秘的地方，我就朝只剩这个地方我可以破解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对，是这个。好啦，那我们再试看看吧。因为那个游戏的难度是鬼触级的，所以无法完成也是很正常的。把六位数的密码告诉你吧，呱呱，489032，你好坏哦，所以那根本就破不了关嘛。489032，好，489032489零三二。噔噔，数字一致。金库里放着钥匙，哦，和是库房的钥匙。哇哦，探索累了就去玩玩危险的老爷爷的，危险的老爷爷吧，呱呱。讨厌啊，我不想再跟那个变态就是做玩耍，真的是。哦，妈妈，你，我觉得你，这什么？哎，这是火柴人，跑。耶，不住，哇的，有点看不懂，所以啦，这是，火，好看不懂，你看。
看到一些奇怪的地方，没关系，人生嘛。哦，这哦本来就是打开的，我在吓自己干嘛？哦，没关系。使用钥匙吗？是。哦，这个地方也太暗了吧！哦，谁死掉了？我、哦，喂，哈？哎，是菜刀。好吧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还没有调查到就没关系，这一切都还可以重来。天啊，这房间这屋子也太危险了吧，好难过哦。这个呢，哎，触发了，是谁？哦，雪慧姐姐。你怎么了？你发生是什么事吗？你姐姐，雪慧姐姐，你回答我啊，姐姐。和平时一样回答我啊。可是平时的时候也不是尸体吧？你只是在装死对吧？你姐姐，哦，她在咬她，就身上就沾满了血汁，那些血都是假的吧？血腥味，真的血。姐姐你想表达什么？姐姐，血从姐姐身上，哦，就坏掉哦，从姐姐身上血，哦，大坏掉，从姐姐身上，从姐姐身上流出来的啊！呜哇！哦，所以你也昏倒了吗？哼！呜呀！你姐姐不可能死的吧？因为姐姐受伤了，你还毫不在乎的啊！就算是出血了，呀呀！你要崩坏到多久啊？姐姐维持了第一，曹芷香靠近的姿势沉眠，一脸非常悲伤的表情陷入了沉眠。肚子上有洞穴，头上有洞穴，肚子上有洞穴，肚子膨胀了起来，浸泡在红色的水里，所以她肚子有东西。No， 这不会又回到标题了吧？你恢复冷静了吗 ？OK。OK， 雪慧姐姐，看来姐姐为什么死了？仔细一看，雪慧的衣服里有什么东西？拿走神秘的留言纸，尸体上残留着数数伤口，粘稠的血液一点点一点的从肚子上流出。哇哦，该不会我拿到的那把菜刀就是凶器吧 ？OK， 都是运动哦，这，哎。我是存档娃的妻子，哈呱！这一次由我来代替主人进行存档吧，呱呱！哎，你当初本来在这里吗？哎，天啊，你是棕色的，这保护色也太好了，完全没有看到你。神秘的纸条。哦，690，什么意思？圈圈等于更换，更换是什么意思？倒过来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哦，就是反过来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我记得我看到的火酒的那个人的样子不是长这样。哦，把锁脱落了。你一定要这样吗？这太邪恶了，这个游戏！我已经多久没有一直让认真的被吓了？好像也没多久。好啦，第二集一直的被吓到。我们再看一下690，好，690。
更换是九，是这样吗？零的更换，我还是不太懂。画着火柴人的绘画。所以现在回到那个房间是理智的吗？还会有可怕的家伙不在了？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这边是不是？可是明明就什么都没有。这，我觉得我要存档，就再也不想把手脱落，就是再也回不去的意思吗？拜拜。哎，嘿，什么？你在跟我说拜拜吗？哎，哎，你去哪里了？这游戏也太……哦，不要哭我啦！这游戏也太可怕了吧！好吧，算了，我要淡定。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胸口淤积了一些些闷气啊。OK，no problem。因为我这个游戏是纯萤幕的状态下游玩的，所以基本上我要移开视线，我也不知道该移开去哪里。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认真的研究一下？这个密码是四个跟这个有关系，对不对？690之后更换，那我更换可以代表什么意思？69问号，好，它是六，可是为什么它颠倒？9960吗？9960打不开，之后69060。6990。什么意思？9660打不开，还是最后的有点吵。好吧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也被吓得够本了，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继续玩下去了。那没关系，就重个档吧。好啦，如果喜欢你的影片的话，都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如果都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板留言给我，我会再做改进哦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了。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